天地，你我他。哎，哎，头家无得了。嗯哼。我迄天也要报出时阵，我嘛叫头家卖得出。哦，你不要打本，我咧，甲你讲，你只叫做，你只该甲你讲，即届啦，我要食龙虾鲍鱼，你真正该买龙虾来啊！哦，龙虾，阿你干无？没啊，即卖吼，大型的超市盖方便哦，内底拢有龙虾。我今仔人观众要买等于龙虾，讲要了，你拢从头到尾拢无咧做龙虾。无啦，重点是吼，这无相呢。我会记这个节目正开播的时阵，你讲无少动机。安尼哦。对，无少动机。嘿，我真来讲讲啊，你这么认真听听哦。梁静，咱的观众朋友，为他好，我讲今麦什么时代，你要对自己较好诶。对。偶尔要对自己好一点，龙虾买回来自己做。到底要怎把我们的龙虾变出新花样？今天你要做什么龙虾料理？龙虾三明治。现在就是一个林父跟丈夫结婚结成婚姻才有空吃的，我知道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用量不会吝啬。真的吗？因为我们米做到十六分，是，所以说我们用量绝对。你没十六分，你要做到八人分。有。来，今天要来做我们的龙虾要怎么做？我们材料有火腿片，火腿，牛番茄，牛番茄，小黄瓜，小黄瓜，好，接着三明治的米粉，对，内底上基本的迄个材料，还有咱的花生酱，花生酱，你要用草莓酱嘛使，巧克力酱嘛使，哎，你龙虾是变的呢？对啊，龙虾你要用迄个哇啥色嘛使，啊要，我这只是要变的，啊，再来吐司片，买薄片，买买好吃的，买买迄个厚片，有啦，有啊有。咱确定个，你有要生个无？哇，咱要做十二人份嘛。嗯。哦，我知，我先大概排者。哦。哦，十二人份就三袋，安尼，吼。安尼哦。好，安尼我。拄拄啊好吗？系拄啊好。好，拜拜。哈哈哈！好，拜了。你若讲无够，我已经行遐但是，这身体变样啊。好，啊，咱即摆会使落去做啊。好。哦，你看者。先教人客免啦加龙虾，吼，咱就先安尼，伊只两边吼，只一个两个凸出来的，恁看好哦。嗯，公司无少动手，就是要抢这个动作尔。对，对，你也知影阿伯遐，啊是你我爱家食，我想讲你我你也知咧，咱等下三地内底就是全部安尼。这样这个小朋友啊要吃吼，读书啊加些花生酱吼，啊安尼增加口感。好，嗯，咱两个拔起来，好，啊等下要买个摆盘，好，安尼，好，啊你要，这种这两个用意就是讲，让观众朋友吼，这两个要哪去解？两个爱牙加刀啊，吼，你茫底下牙菜刀去甲剖。唔要呢，唔要。我阿爸，那就好简单啊！那就好，好。那遐简单。来喽。对半。对半吼。叫一条伊个。伊个伊个筋，伊个肠啊。伊甲虾也相像啊。虾片。虾刀。虾嘛有一条。人讲刷筋呐，吼。哎呦，哎呦。好，咱甲切片。咱即摆开始来做几下龙虾，啊，花生酱。花生酱你要干嘛？来，好，你抹。抹哈。嘿，啊，抹较厚嘞，啊，抹哦，规片拢是。哦。抹只有汤匙啊，迄支来。嗯。啊，油起来那个放较细。我看你，啊，蛮用破的。哎呦，好困难哦。哦，所以讲这就是功夫，就是这。因为我不是卖早餐的、啊，我都卖我们性质的产品了。按这个薄沙拉哈。
咱即马再来一个最后一个手续，可能就完成了。然后呢？油炸。你还要炸哦？对。那炸面用什么粉？咱顶一集有甲介绍这个粉。好。三比二。哦，三比二的迄种迄个淡粉，对。哦，三汤匙仔中指中筋的米粉。加着两汤匙啊，太白粉落去调，调起来就是爱有迄落安尼颗颗的，对，安尼哦，安尼颗颗，嘿 ，OK。这个这定情剪刀爱较颗的，啊，这爱较细一点，哦，细一点点呐，哈，哎，油感好啊，油好啊，未使用手摸。嘿嘿嘿，那就想叫咱的步骤，我安尼会使，安尼可以吗？嘿，可以啊，叫咱的步骤。我怎么样呢？够四边就对了啦。哎，了。四边哦，啊，我好嘛爱哦。哎，安尼无无无爱。啊，天哪 ！Oh my god！ 等下就吃出这个料理的精髓。了解。哦，伊精髓，一捆煎一点，买两块。应该是两块好啊。啊，等下用这只大船来干来呈现。大船欸，你跟我含在下，我唱一条春夏秋冬给伊听。然后伊讲，哈，你唱歌哪会安怎？伊敢知？你唱歌哪会这歹听？啊，不过我你歌好听，你我有看你的节目，你唱歌真的好听。你的耳朵是不是有问题？真正好听。我刚刚咱老师就讲讲白菜，真的啊，不是搞做料理，佮搞讲白菜。哦，我好听的。真的哦。我早唔听三届。你懂得催眠曲呀？可以的。呵，那个夹过来。是，报告是。来。报告是。哦哦哦哦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哦。天哪。哦。那个爆浆。哦。爆浆。爆浆。爆浆，那是我哥的花生。爆浆，爆浆，你看，哦，那就是这个味。哼，咱的龙虾三明治完成。这只大船立港，没啊吼，管定个再量下的今年，所以讲一定会好过。安尼做五星级料理就出来啊！拜你呐吼，叫伊去办呐，无聊遮济吼，你遮嘿来敲电话问我看卖啊嘞吼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先感谢你呢，谢谢啦。嘛感谢你替头家开遐济钱，啊，互阮食卡。拜，我想要食高亢。好。白酒。阿拜，咱做三杯高亢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，三杯九孔，我们下次美食天地敬请期待哦，拜拜。谢谢。